葉院長 ，Hello， 隨便坐啊！你哋有咩想知嘅話，即管問啦。我都好希望清楚翻件事，可以幫到小白。好多謝你咁配合我哋。相信你都收到醫院嘅驗傷報告，知道小白係長期被虐打。咁除咗屋企之外，院舍就係佢長期逗留嘅地方。你推測呢件事喺度發生係好合理嘅。我平時都吊啲院友當正呢度自己屋企一樣。 如果小白真系都俾人打嘅话，我真系难辞其咎。咁大个仔，玩到流口水嘅，嗱，自己抹啦吓。咁据你所知，小白喺度有冇同任何人结怨？ 又或者边个有机会虐打佢？小白平时好乖嘅，佢又唔争又唔抢嘅，我真系谂唔到有边一个会咁狠心打佢。通唔到我啊，院长？咁如果你有啲咩头绪嘅话，就随时联络我哋。好啊，唔好意思，我一个不情之请。 如果你查到真系呢个院友打小白嘅话，我希望俾次机会等我教好佢。冇错，佢哋嘅智力咧系比正常人低，但系如果俾多啲关心爱心去教佢哋，佢哋仲乖过出边嘅细路嘅。睇得出院长真系好锡佢哋，一社福界可以多啲呢啲人就好。 我哋知道小白醒咗，想嚟问佢几条问题。小白，呢位系 Madam Yu 啊，我系邱俊琪。我哋想问下，你嗰日点解会跌落楼嘅？小白，唔使惊噶，呢两位警察哥哥同姐姐系嚟帮你噶，有咩唔怕讲啊？妈妈喺度。 嗰日咧，你跌落楼系因为你唔小心啊，定系因为其他人啊？系怪兽。系怪兽。系怪兽咯。怪兽系边个啊？咪就系怪兽咯。或者你试下形容下嗰只怪兽系点样样嘅？唔好咁样，唔好咁样。知道，知道。系怪兽啊！ 系怪兽啊！小白，你又唔听话啦？小白，做咩揸落拳头咁实啦？放松啲。院长好在你喺度咋，呢度冇人搞得佢掂。Madam 啊，你同小白落口供，问佢啲乜嘢啊？小白净系话怪兽。 Madam， 我谂要俾啲时间阿小白。小白，你咁曳嘅，做乜成碗粥都唔食啊？我嚟喂你。阿豆，今日乖啦。
食多啲粥，咁個病先好翻噶嘛。再嚟。怪兽，冇啊，冇啊，怪兽，冇啊，冇啊！小白，你好惊啊？有怪兽，怪兽，超人咧？喺边啊？超人，怪兽，有超人唔惊怪兽啊？真系冇怪兽喎！啊，我知啦，小白。一定是超人打走了他們啊。是啊，超人在這裡，我們不用再怕怪獸了。那我們不怕怪獸，不如我陪你一起睡覺吧，我很眼睡啊。小白啊，為什麼你的肚子叫頸？啊！哦，你肚餓啊！我買咗你最中意食嘅魚蛋俾你啊！魚蛋？點解你會有魚蛋㗎？我特登買俾你㗎，點知你入咗醫院喎？唔食啊！你都食啊！點解酸酸地嘅？可能因為有茄汁啊，茄汁，係啊，係茄汁啊，味啊，英國嘅朋友，你哋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務，而家無論係透過網站，亦或 TVB Anywhere Plus 應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節目。記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劇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喺我哋用戶嘅朋友，快啲 scan 呢個 QR code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優惠啦！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你哋好，我系佘诗曼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睇新闻女王精华片段啦。仲有啊，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仲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